有些网站中国网民是看不到，或者就算看到但是会很慢很慢，那怎么算好呢？如果想庞大的中国网民都可以看到你的网站的话，又可以怎样做呢？不如等 Hugh 做尾话你知啦。中国人口众多，一直是不少企业都有兴趣的庞大市场，而通过网站来进军中国是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。但其实要令中国网民可以流畅地看到你的网站都不是易事，因为如果想将网站寄存在中国，就要先申请到 ICP 牌照，规定申请者要是中国境内公司，有一定的注册资金等等。同时网站内容都要经过审批，但网站放在中国以外，网速又会不够快，甚至慢到令中国网民看不到。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呢？如果你的业务符合这些条件，要道明的 CDN 服务正正就是为你而设，不但令你无需经过重重审批，更透过将节点分散在中国周边的位置，缩短传输路径，务求做到低延迟、零丢失的最佳体验。配合 U 道明自主开发的平台，要有快又流畅，当然没有难度了。